凤小岳神女儿随人，前世的情人就前世。今天在忙些什么？最近的近况，刚完成今年的一切拍摄，现在回家过日子。新手爸爸凤小岳和挺着五个月孕肚的宋继延，十一日出席 Leo and Rose 新表上市记者会。手表，我觉得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说，他已经越来越没有就是特别需要去看那些事情这件事情。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，我觉得是一种生活的精神吧。儿子小木人已六个月的他，谈起当爸爸的心得。他多少一定会影响到我工作的方式。反正我很多工作的灵感来源就是从我的生活。那现在我的生活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就变成说我需要去，也不是说利用，但是就是那个氛围，就是我需要去让它变得精彩。然后去好好的体会每一刻。至于有没有想生个前世情人呢？随缘。时尚动新闻。前世的情人就前世吧。报道。